胡雪岩的聪明才干在生意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胡雪岩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巨商富户。曾仕强教授认为，如果胡雪岩只是为自己挣了很多钱，那也就不值得我们去研究他。胡雪岩之所以被商界的人奉为商圣，一方面是因为胡雪岩经商讲究诚信，另一方面是胡雪岩利用他的财富帮助左宗棠为国家和民族做了很多好事。左宗棠是晚清腐败的朝廷当中少有的一位清正廉洁的儒将，而无论是平定内乱还是建造船厂保卫海防，特别是平定叛乱收复新疆，左宗棠军队所需要的军饷、粮草、枪支弹药、医疗药品都是胡雪岩自己垫钱筹办。胡雪岩就是左宗棠忠实可靠的后勤部长。然而胡雪岩是个商人，左宗棠为什么会放心的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胡雪岩办理呢？而胡雪岩在帮助左宗棠的同时，又是怎么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呢？请继续收看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讲胡雪岩的启示：先易后利。胡雪岩的钱庄为什么生意好？就是大家放心。那他存款很多以后，那怎么办？他的干部就跟他讲哦，老板，我们存款很多，要想办法去放款了。各位，你的想法是不是也是这样？我相信你的想法是这样。银行就是靠存放款的差额在过日子，但是没有想到胡雪岩说，放款干什么？我们只存款，不放款。哦，干部吓得要命，干部说，你只存款，我们要给人家利息，你不放款，我们赚不到钱，那我们怎么活？胡雪岩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平庸，很平庸啊，没有什么奇特的一个想法。那大家都这样做生意，那这生意什么好做的？他说，我告诉你，我们不要去放款，因为放款的风险也蛮大的，你放出去收不回来又变死状，糟糕了。我们现在啊，把存进来的钱拿去开当铺。他说，战争结束之后，有钱人他会拿钱来存，没有钱人呢，没钱人就要动脑筋做生意啊。中国人再怎么样，家里挖挖拿拿，总有些古董嘛，你就拿去当啊，当了以后你就有小资本呢、啊，你就可以做生意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银行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没有钱人的银行。你看，有军人带着金银财宝在路上走不方便，所以他就告诉他，你去当铺，你典当，那如果有钱你存到我这里，有宝贝你就典当，我绝对替你保管。话是这么说，人家会不会相信呢？正好有一个人，他是老家在湖南，带他打仗到杭州，他存的钱存在富康钱庄里面，他拿不拿存折？他不拿存折，他说，我拿存折干什么？如果丢了更糟糕，我就相信你，我就存在你这里，你连存折一起跟我保管好了，反正我相信你，我不相信你没有办法了。胡雪岩说，陈某你看得起，你的存折我一定好好替你保管。结果一年之后，很不幸，那个人战死在沙场上，他的同事就过来说，胡大先生，那个人已经阵亡了，那他临终的时候托我们说，把这个存款跟他寄回老家去，给他的家人用。胡先生二话不说，把所有资料调出来，连本带利息算得清清楚楚，当面问那些人说，你们要替他拿还是我替他转？他们说，我们拿不方便，你替他转。这么一炮而红，
就使得所有人相信说，你存款在胡璇的钱庄里面，你根本也不用拿存折，反正到时候他给你算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保险，他一定给你送到老家。这么一来，你看所有人都来，通通来。正是因为胡雪岩的诚信赢得了更多人的信赖，所以胡雪岩的钱庄和当铺都越来越红火，大量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胡雪岩的手里。短短几年时间，胡雪岩就成了杭州城里有名的活财神。但是也有人就动了歪心思，想方设法去骗胡雪岩的钱。那么胡雪岩是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样的小人呢？他开当铺以后，就要请当铺的主持人、负责人。那个负责人很认真啊，每一样东西来当的时候都要鉴定，值不值得当这么多钱？你让人家很便宜的东西当多了，你就吃亏嘛。有一次来了一个人，神气活现的说，哎，叫你们老板出来。他说叫老板出来干嘛？我有最好的东西要记在你们这里。他不会说当，干嘛说当？要记在你们这里。我这是商朝的古董，你不要小看，可能连你们老板都没看过。他就用吓唬的，我相信总管这套是谁都懂的，叫做先声夺人，然后叫你加马威，那你们怕我，你就不敢给我讨价还价了吗？那个主持人呢，拿过去一看，哇、哦，真的很少见，看来看去就觉得真的是商朝的古董，就问他你要赚多少钱。他说最少300两，少了不当。那个时候怎么300两？不值300两。那你叫里面老板出来，你根本没有眼光，要不要？不要，我拿走了，别人等着要呢。赶快给他300两。那个人拿了300两，还说了一句话，今天是因为急用才当这么少，否则的话1000两我都不当，就走了。好像凡是讲这种话，大部分都是假的，真的就不需要这样，很坦白讲。哎，这个主持人越想越不对呀、啊，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就很多人来看，看完都说假的，根本就是假的。各位，一个人被骗了300两，你怎么办？二话不说向胡璇汇报，老板，我错了。我被骗了，我看走眼，一个破烂东西当了300两。胡先生怎么说？胡先生没关系，人总会错吧，错就错了，有什么了不起？没了不起。他说你这样子，你开10桌，把我们这里的名流士绅、有钱人都请来吃饭，告诉他我们有一个商朝的很珍贵的古董要给他们欣赏。各位，你听了这话你有什么感想？大部分人都动了脑筋啊，原来胡璇又想骗别人了，包括他这个主持人都是这样想。他说老板，我们上当还要别人上当吗？对不对？他有良心呢，人家骗我们，我们才骗别人就行。胡璇板起个脸，你跟我这么久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吗？我会做这种事吗？我会做这种事，我平常所讲的那算什么呢？吓得这个主持人不敢讲话，只好照他的话去讲去做，然后就请了10桌，大家好高兴，又有的吃，又有古董可以欣赏，对不对？大家吃得高兴的时候，胡璇就叫一个职员从2楼，然后捧了一个古董，就是那个商朝的古董 啊，然后一路走下来，走到一半摔一跤，当场就打破了。哎呀，所有人说好可惜呀、啊，这么珍贵的古董为了给我们看居然摔破了，对不对？胡璇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我们自己不对，今天害得大家没有好好欣赏，抱歉抱歉，
大家吃完了好走，回去休息，大家就吃完了回去。那他在干什么？他真是高明，因为这种消息他会传得很快呀、啊，到处传，看谁都抢，就传到那个来典当的人。他一听，好啊，你把我的东西摔破了，你可倒霉了吧？然后他就拿了300两进来，还你，我东西给我。他料到你拿不出来嘛，因为你已经摔破了嘛。下面讲一句话，你拿不出来，今天没有1000年，你不要想能够了结。这个人认为他赢了嘛，他一定赢的嘛，你非输不可吧。胡旋二话不说，说把300两银子看看是真的假的，对不对？不要连银子也是假的嘛。我觉得那个胡旋做事情，他真是冷静，他真是机警，他真是高明。一看银票没收，收起来，把他还给他，还给他，那个整个脸都吓昏了，一直说怎么样，怎么样？胡旋冷静告诉他：“我甩破的比你还假，你有假我就没有假吗？我觉得你假的比你假的假的还多。”那个人一句话都没得说，乖乖的跑掉了。各位，中国人最讨厌的人家玩权术，最讨厌。我们要艺术，我们不要权术。很多人就这个艺术跟权术分不开，玩弄权术人人讨厌。你看胡旋这是高度的艺术，他是高度艺术，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伤害谁？胡雪岩之所以被商界的人奉为商圣，一方面是因为胡雪岩经商讲究诚信，另一方面是胡雪岩利用他的财富帮助左宗棠为国家和民族做了很多好事。胡雪岩向左宗棠提出了很多建议，那么他是用什么方法提出这些建议的？而左宗棠又是否都能够接受呢？他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就是买洋枪洋炮，甚至雇用洋兵，我们呢成立一个长捷军，然后跟我们这些部队配合起来去收复杭州。那果然很有成效。讲到这里，就很多人会想到说，你看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全世界都知道火药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那搞到最后我们都打不过外国人。你看外国人他那个枪炮打出来就是很厉害，中国人自己做的就是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外国人。我是感觉这种言论实在是很可笑，实在是很可笑。大家为什么不能想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学我们中国，只把火药拿来放鞭炮，那人类多和平呢？为什么不这样想呢？我们中国人是个爱好和平的，我们会发明，不是不会发明，但是我们只把火药拿来放鞭炮，大家很快很乐，你干嘛用火药来炸来炸去呢？而外国人使用不当，外国人把这个方法弄错了，我们还羡慕他，那很奇怪。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那么厉害的这个炮弹，我们只好跟着走啊，那不是好办法，那是不得已的，这样想就对了。左宗棠刚开始是很气，你少跟我谈这个，一般人呢，我说了说了，你不答应，你不接受，我就不敢讲了，那就错了。胡旋很懂得，我讲的他不接受，我就没有信用了，我就没有信用了，以后我讲什么我都没有用了。所以我要么不讲，我要讲我就要成。很多人没有这种特例，总以为说我说了老板不听，不听我不好意思再坚持。只有胡旋他懂得，中国人他不容易相信你，你会发现中国很不容易相信人家。中国人要怎么样才能相信？
这是胡旋用很多的心思去找出来的。我现在讲这个就是胡旋当年他跟王玉林谈天的时候经常在讲的故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懂。有一个人从外面进来告诉你说外面有一条蛇这么长，你怎么反应？我问你，你怎么反应？所以一个人从外面讲，嘿，外面一条蛇这么长，你会相信吗？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国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哪有蛇那么长的？你一说哪里蛇有那么长，他妈相信这么长，你就知道他骗人，这个人骗人。中国人多高明，马上就知道你骗人。刚刚说一条蛇这么长，我说哪有那么长，变这么长。所以你不要小看中国人，中国一出手就见高低，你骗得了中国人才怪。外面一条蛇这么长，哪里有蛇那么长？怎么有这么长？不可能，这么长，完了，完了，不攻自破。相反的，有一个人进来说：“外面一条蛇这么长，你说哪里有蛇那么长？就这么长，不可能，你去看，就这么长，真的。”胡旋就悟出来了，一个人的信用是你自己坚持出来的。胡雪岩之所以敢于坚持，是因为他确信他的建议是对国家有利的，是能够帮助左宗棠的。因为胡雪岩看到左宗棠是一个为国家尽忠效力的大将，自己帮助左宗棠做事就是在给国家效力。而作为一个商人，如果只想着为自己赚几个钱，是成就不了大事业的。那么胡雪岩还为左宗棠做了哪些事情呢？他真正的行动是什么？就是替左宗棠筹措军饷。就那时候清廷实在是太穷了，要打仗要花很多钱，谁给？就要分派每个省份，那每个省份要去收，拖拖拉拉，催了老半天，还欠一大堆，都是胡旋说我支援，我支援。他替他买粮食，买马料。还有一件事情，胡旋很早就介入了药业，但是他不是做生意。我们中国人呢，医药是每一个人的常识。你会发现中国人他不是医生，但是他很懂的。中国人是药跟食，它是同源啊，食物就是药物，药物就是食物，这也是我们很了不起的地方。我祖父是中医师，他很小就问我：“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吗？”我那时候不会回答，我怎么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多？他说：“我们很会吃东西，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在预防生病。”然后我们呢，治疗的时候都是治本的，不治标的。但是我是听不太懂，后来慢慢我才了解到，中医它是用化解的，西医是用解决的。这里不好，割掉；这个不好，割掉；手不好，砍掉。最后脑袋不行砍掉，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他中医不会啊，中医一看你哪痛这痛，他就开始揉这里。所以外国人每次都笑我，你看连方位都搞错了，哪里痛你不揉这里呢？我说这里痛你揉它不更痛，我们当然揉不痛的地方，揉揉揉它好了就好了嘛，就好了嘛，这就叫阴阳互补。哪里是哪里痛去痛哪去碰哪里，没有那回事的。其实我在国外我就看到啊，外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医，他们当然不会叫中医，他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自然疗法。现在胡旋完全用自然疗法，
他怎么自然疗法？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他发现呢，左宗棠的军队他一出征水土不服就生病，所以他主动跟左宗棠讲，我开个药厂啊，就叫血迹。因为他自己叫血源嘛，一个人总要留点东西下来嘛，所以他就叫血迹，血迹药厂。我不做其他的药，我专做你部队里面药，我送给你，我要不要钱？你想想看，左宗棠不感动才怪。左宗棠一定说，那这样你不亏的？他说亏就亏了，赚来就是要亏的，有亏才有赚，有赚才能亏啊。他这些话如果是空口说白话，那左宗棠就会发脾气，少给我耍嘴皮子。他没有，他说到做到，他长期的供应，而且把这个拿来施药，拿来施给老百姓，所以那时候他的名声就开始很好了。他做药后来才演变成胡庆余堂，然后使得他一生留名就是靠这个。所以我常常劝很多人呢、啊，你要做好事，你不要去想我怎么样才能做好事，你只要有那个心意，你好好去做，你迟早会留名，迟早会走出一条路来，那才叫做自然疗法。所谓自然疗法，就自自然然它有个成果下来。胡旋最了不起就是平定了江乱。当时在外国势力的操纵下，一个叫阿古柏的酋长起兵叛变，要把新疆独立出去。左宗棠力主出兵平定叛乱，收复新疆，但清朝廷国库空虚，无力打仗。慈禧太后命令左宗棠，同意你出兵新疆，但军费要先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胡雪岩以自己的钱庄做担保，再次向外国银行贷了一笔巨款，全力帮助左宗棠，终于收复了新疆。新疆，你到了那边，你会感觉到，如果没有左宗棠，现在不晓得怎么样。老实讲，左宗棠真的疲于奔命。你看他到了晚年了，眼睛也看不见，体力也不行，就是政府需要他什么就派他去哪里，政府需要他派到哪里，那他为国家只好两头忙嘛。胡旋要负很大责任，而且他那么忙跟胡旋也有关系啊。胡旋老跟他出馊主意嘛，你要做这个做那个。胡旋跟他建议说，你要设船厂。你没有发现讲到船，那中国最早就会做船了。我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我们的船是世界上最大的，现在已经在南美洲 出土了。以前讲这段没人相信，现在出土那就是郑和的船，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你说中国人不行那才怪，你说中国没有管理，你看郑和几百条船条条有理下南洋，那没有管理成吗？那时候通信器材还不如现在的。郑和把全世界都跑光了，这对外国人是很大的打击，因为外国人始终相信美洲是哥伦布发现的，现在才知道不是，是谁先到美洲？中国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船也是中国人最早的，但是到了满清就变成外国人比我们行了，所以叫船坚炮利。刚开始跟胡旋讲，胡旋跟左宗棠讲的时候，左宗棠也听不进去，我忙不过来。后来一想，对呀，如果我们没有海军的话，那我们东南怎么保呢？对不对？所以陆皇跟海皇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他就上奏慈禧太后，我要做个船厂。那慈禧太后很厉害，那这就叫厉害，这不高明。
他说好，你出的主意，你去干。他心里想，你又找我麻烦，对不对？我出主意怎么我干？他说你出主意，你对得很干。然后左宗棠又跑到福建，在马尾就做了一个马尾船厂，后来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还是泡汤。为什么？因为他请法国的技师，找法国的技术。我问你，法国人会把他真正好的技术给你吗？不可能。所以我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船，我们跟法国人一打仗，统统被他搞垮了，统统毁掉了，一下子给你毁掉了。所以任何事情要自力更生，要自己想办法才是根本。当然我们有些成就，就是那个船首航的时候从马尾一直开到天津，那时候的确是很轰动，非常轰动。左宗棠曾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但无论左宗棠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胡雪岩都是他可靠的后勤部长。而在帮助左宗棠的同时，胡雪岩也把他的富康钱庄开到了全国各个地方。那么胡雪岩是怎么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呢？胡雪岩他一生最成功的，他能够得到左宗棠的赏识，能够帮他那么大的忙，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先想到义，然后才想到利。如果倒过来先想到利，然后顺便谈一点义，那左宗棠是不会接受的。船厂建立以后，新疆告急，又把他从闽浙总督一调调到陕甘总督，那他就跟胡雪岩讲：“交给你了，我没办法，你不能推卸责任，这东西是我建议的，我们做事情有头有尾，你要负责把它完成。”所以胡雪岩他又把钱庄开到福建去，不然那个资金没办法流通。所以一方面胡雪岩是尽全力在帮助左宗棠，但是一方面他也把他的事业就扩展到全国，这是公私两便，而不是官商勾结。这点我们已经讲过好几遍了，如果是官商勾结，我们真的不喜欢他。左宗棠在新疆听到船做好了，亲自写一封信感谢胡雪岩，说幸亏有你，我们中国人自己会造船，我们不靠外国人，实际上还是靠的了，只不过他总是觉得忠于我们自己做的嘛。那我们国家从此呢，东南跟西北我们都很稳定，这个你的功劳是很大的。左宗棠亲自这样讲，可见他是从心里头发出的一种感觉。那上海的申报也登了一些胡雪岩的好人好事啊，他虽然是个商人，但是他对国家的事情非常的关心。当然很多人问他，你一个商人你为什么这样子，他讲了一番话，到现在我觉得还值得我们钦佩。他说，如果国家不安定，如果社会不安定，我怎么做生意？我根本没有办法做生意。所以做生意看起来好像跟国家没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社会安定，让大家好日子过的时候，我们生意自然会发展起来。我觉得这番话到今天还是正确的。胡雪岩他年纪轻轻，他比左宗棠还年纪小，怎么可能帮这么大忙还要使得左宗棠从心里头就很尊敬他？我们不要说尊敬了，最起码很看重他，这什么道理？
因为他做任何事情事先都想到四个字，未雨绸缪。千万记住，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谋定而后动。一个人你有把握你才说，你就有信用，你还没有把握你就轻易说，比如说那一定完蛋了。胡雪岩虽然是个商人，但是他做事情的原则是先想到义后想到利，国家利益在前，自己赚钱在后，所以胡雪岩才能够得到左宗棠的信任。然而胡雪岩和左宗棠不仅身份不同，而且性格迥异。左宗棠性格耿直，爱发脾气，他的下属都害怕他。那么胡雪岩为什么能够和左宗棠相处得如此之好呢？胡雪岩他能够成就那么大事情，他悟到一句话，这句话大家可以做参考，到今天还是很正确的。一句话就讲完了，道理是直的，但是路经常是弯的。道理当然是直的，怎么不是直？对就对，错就错吧。可是你明讲出来，对方就受不了，就听不进去，因为路它是弯的。你说没有啊？现在路都是直的，路是直的，那是西方的影响。你看西方走路都走，开路都开直的，中国那个路都是弯的。我问你哪个好？开车的朋友最清楚了，路越直越容易出车祸。你看路歪歪曲曲，谁敢睡觉？谁敢睡？你睡吧，规规矩矩，他就不会出车祸。哦，这么直，啪一下就出去了。这是最好的比喻，道理是直的，谁都知道，但是人不可以直来直往，直来直往吃亏永远是自己，然后就开始怨天尤人啊，就开始觉得别人不对啊，觉得自己很委屈啊。胡雪岩如果常常觉得他很委屈，他这辈子就没有出息。胡雪岩最了不起就是他能够找出自己不委屈的路来，你看他从来不委屈。他碰到左宗棠没有说你讲的我绝对服从，你是大帅，我不能跟你讲任何话，他没有这样想法。他也没有人说我一定要巴结你，我要靠你我才获得了，他没有。甚至于左宗棠的部将告诉他左宗棠很讲骨气，胡雪岩都说他讲骨气是他的事，我不讲骨气，我讲和气，因为生意人只有和气的份儿嘛。军人讲骨气，商人讲和气。他都敢讲这样的话，因为他讲的是对的嘛。你商人讲骨气，你跟谁拼命呢？你跟谁拼命？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商场如战场，其实我是不接受这种的，那跟战场差太远了，对不对？你看为什么阿兵哥那么听话，就是那是战场，你无法命令他就是枪毙，对不对？你今天当个老板，干部不听话你就枪毙，你就去坐牢，对不对？那完全不一样了，怎么会商场如战场？这种比喻是不伦不类的。现在我们就是很多人他没有经过仔细的比对，仔细的分析，深入的想法，没有像胡雪岩这样子认真用心，所以很容易上当。胡雪岩能够深得左宗棠的信任，并与左宗棠相处甚好，一方面是他深明大义，做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头脑灵活，能够随机应变。那么胡雪岩为什么会这么聪明？为什么能够如此善于动脑筋呢？我们要记得风水是轮流转的，富是不过三代的。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就是人一有钱他就不动脑筋了。你看他爸爸很有钱，这小孩就不动脑筋，
他饭来张口，然后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长大了还有什么用？胡旋就是他小时候很穷，他不动脑筋他就活不了嘛。胡旋他时时刻刻动脑筋，老讲他是瘦瘦小小的，他个不大，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嘛，怎么个子大啊？可是他脑袋越来越发达，就是他经常动脑筋，他动的都是正面的脑筋，他很少动负面的脑筋。我怎么样帮助左宗棠，让他建立功劳，透过他来替国家做点事。如果他只是嘴巴讲得好听的，左宗棠两三下就看穿了。左宗棠也不断的试他，一试再试，觉得这个人真是有点奇怪，他讲的好像都是真的。一般人其实讲多半是讲好听话而已，所以他有资格，本来他是没有资格的，这个资格是他自己的表现所争取来的，就成为左宗棠得力的干部。我们中国人把得力干部叫什么？叫左右手，叫左右手。他很快就成为他的左右手，所以他几次上奏朝廷，说有一个胡旋的人，他对我的帮忙是实心实力，他这个人是急功好义，他对国家的贡献绝对不输给那些将士，几次都这样讲。他对左宗棠帮这么多忙，左宗棠一点表示都没有啊？有，所以我们下一集要讲左宗棠如何奖赏胡雪岩，谢谢大家。